方官啊，你说你这一而再再而三三番五次的偷东西，我想保也保不了你，不得不处置你啊。哎呀，毛一长，这多大点事儿啊，我还回去不就完了吗？是吧，啊，是吧，还回去。小包子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方官这是在替你扛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知道你要对付赵包子，但是把我的事跟他扯一块就不行，我辞职不干了。你想得美啊，方官，你说不干就不干。你知道盗用军用物资在特殊时期到底是杀头的？杀头是吧？来，一枪把我毙了。啊，你别乱来啊！王富良，是方贵偷东西，他是不对，但也罪不至死啊。这么着吧，麦站长现在在监狱里面呢，咱们找他说理去。老包子，你拿麦站长吓唬我，我不怕麦大年，我更不怕死。我看你是找死，成全你。算你明白，也算你俩有种。我不杀你，我留着你们一起看一场好戏。不，包子同志。文生同志，我是趁着监狱还没有封闭，偷偷溜出来的。毛寿良已经怀疑我了，我怕我家不安全。那你那么着急，监狱那边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？麦大年把葛同志他们牢房四周布满了炸药，监狱的其他地方也有。葛同志说他是要等你们强攻进去点燃炸药，同归于尽。这个麦大年，凶残到了极点。葛同志让我提醒你，千万不要中了麦大年的圈套，不要强攻。最好离监狱远点儿。啊，好。包子同志，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。哎，红玲他们怎么打算的？葛同志想要提前引爆炸药。提前引爆？那太危险了，我不同意。现在只能这么做了。那这么做能确保同志们的安全吗？他说，同志们已经抱着赴死的决心，只能尽力而为。葛同志知道你不会同意，所以让我劝你务必保全更多人的生命。既然这么决定了，那么千万要小心呐。文生同志，咱们解放军是不是很快就要进入京城了？对，国民党现在节节败退，已经是溃不成军了。太好了，我们老百姓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对了，葛同志还说需要一批武器，最好是小巧一点，方便带进去。好，武器的事我来想办法。这就是逃跑的下场。不会被发现吧？王若良现在像条疯狗一样，不好惹呀。
听说他又杀了几个逃跑的狱警，包括那个吕成。那不是麦大年的人吗？你连他也杀了？想逃跑，抓住就是个死，麦大年也保不住呀。该你，对国民党办事啊，就是这么个下场。换我背。哎，不行，还是我背。要是被抓着了，毛寿良也是惩治我，可是你不能出事儿，你还得帮葛红英他们越狱呢。哎呀，不行，这次不能听你的。来，小胖子，背的什么呀？给买了点菜。买点菜？来，我看看。晚上想吃点什么呀？吃什么？命都快没了，还吃什么？哎，这不还没打起来吗？就是打起来也得当个饱死鬼。呸，晦气！去进去吧，进去吧，走走走。没办法，这不大家都得吃饭吗？玉然，您别着急啊，我捡完马上走，不耽误你们布防。等等，正好这个菜也掉地上了，我倒要看看今儿买的都是什么。我检查检查。哎，你别踩啊，踩脏了就没法吃了。我想干什么？你说自己人跟自己人较什么劲啊？毛局长，我们这是急着给麦站长做饭呢。少拿麦站长压我，不让我查是不是这棚里有鬼啊？哎，你看你给弄的，行了吧？这下我们可以走了吗？告诉你们俩，少跟我这儿捣鬼！想变鬼，我现在就让你变！我看你现在就是鬼！快快！什么时候藏起来的？包子，你太棒了！幸亏没被毛寿亮发现。我现在是惊的还是一身冷汗呢。送饭去吧，啊！趁着毛寿亮不防，咱们得赶紧。你记着，别告诉葛同志刚才发生的事儿，他正在策划越狱，不能分心。知道，放心吧。看来这毛寿良的日子长不了了，第一监狱也长不了了。这是文生同志让我交的，应急用。你是怎么带进来的？现在监狱里面一团糟。忙着建工事、封闭监狱，哪儿还顾得上我呀？我刚才听到外面有枪声，怎么回事？有几个狱警觉得情势不妙，要跑，被毛寿良开枪打死了。他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放风的时候，我问过杨柳青先生了，常宝龙地图上所标注的那一处是个防空洞，我们可以利用它来抵御爆炸式的冲击。太好了！
就能外围的共产党冲进来了，一定要看好哥，只有这个幼儿还活着，我们才能引来大军。外围的共产党一旦冲进监狱，那我们立刻起爆炸药，把第一监狱变成共产党的火葬场。是，抓紧时间，快！ 包子，过年好！站长，过年好！时间过得真快呀，不知不觉又一年过去了，辛苦了。哎呀，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包子，现在你一定要分清敌我，记住，我们脚下这块土地，国民党、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。 欢庆的时候，在攻城之前，我们还有一项紧急的任务必须要完成，就是要解救出被敌人关在第一监狱的同志。文胜同志，您下命令吧。好，今天晚上呢，我率一个小团队就埋伏在监狱的周围，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等待红铃发出的信号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 监狱外边更是连个鬼影都没有啊！包革红绫那些共产党留下，别的犯人都放出去。站长，您说什么？包革红绫那些共产党留下，别的犯人都放出去。我这么做是要让外围的共产党知道，我是不会放革红绫的。他们要想救人，到我第一监狱里。 共产党不会把里边的人质都放弃了。
不会的，共产党绝不会舍弃他们自己的人。我估计，他们是算计出了咱们的计划，所以现在变得非常小心。站长，别担心，他们想跟我们耗着，我毛寿良不怕。你想怎么干？ 共产党呢？那些同志呢？他们都在哪？你们已经是我的枪下鬼了，他们怎么不来救你？在哪呢？他们不会来，他们不会中你们的圈套。你们想把我们做诱饵，等同志们过来营救我们的时候引爆第一监狱，我们宁可牺牲自己，也不会让你们的阴谋得逞。哦。 咱来打个赌，做个实验，我每一分钟杀，看他们在哪儿。放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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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高洪亮，着什么急呀？吓得这是。媳妇怎么下呀？把他们都押回牢房。是，押回去，押回去，都押回去。执行命令。上床躺着喽，乖乖睡觉喽。妈妈，想妈妈了吧？你妈妈会来找你的，小伙子。快走！快走！
我想杀人。你不是说有什么事儿都冲着你来吗？我来了。高亮，现在谁也救不了你了。毛守良想杀谁就杀谁。侯亮。看着呢。我去把他们救出来。侯杰，侯杰，侯亮，侯亮，对不起，是我害了你，是我。侯杰，你别说了，豹子兄弟，豹子兄弟，是我出卖了你，对不起，侯亮，侯亮，侯亮，请你一定帮我。把我的小福子找到，侯姐，侯姐，同志，葛同志，外面已经被包围了，怎么办？方贵。一块就把商先生和杨先生带过来。好。杜同志，你带领大家把天窗砸开，咱们从大堂出去。好的。老子跟我来。啊，跟我去轰炸弹。牢房里的犯人们已经造反了，要不然我去看看。出来一个枪毙一个。绝不能让他们跑了！现在能用的人都调到这儿来。是。快快快！放下！快！
的啊！同志们，准备好！小心，包子，小心点！准备好，准备好啊！把头低一下。哎，什么时候冲进去？我们等王爷的信号。
小福子，你可真是有福气啊！乱世就要结束了，不管谁都会赢。这些年，我见识了什么叫刀光剑影，什么叫血雨腥风。我杀你，你杀我，大陆没有选择，战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麦大年，投降吧，你已经没有退路。臭包子，你居然也参加了革命？对，不光是我，全中国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早就都跟了共产党了。你们早就失了人心了，祸国殃民，这都是你们自作自受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一个卖包子的跟我讲正。麦大年，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吗？我现在已经逃出第一监狱了，我出来了。你应该兑现承诺，把小福子还给我。你逃出监狱？你们现在不还在监狱里边吗？面对事实吧，我们的队伍已经占领了京城，占领了第一监狱，也把同事们都解救出来了，而你变成了我们的阶下囚。不要忘记你说过的，现在还没到最后。已经到最后了。有这么多坚贞不屈的共产党跟着我一块儿走，我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咱们大家就一起上路吧。麦大年，你太恶毒了！你曾经跟我说过不能滥杀无辜。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把葛红人杀了，你把他杀了，我就把小胡子给你。动手啊！姑娘，你不能把枪给他，包子。宋玲，包子。我没有机会。快！包子，包子，不能啊！包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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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1949年1月中旬，经过一昼夜的激战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守军10余万人，一举解放了金城，为和平解放北平以及解放全国奠定坚实的基础。期间，我共产党员冒着生命危险，智取城防图，获取军事情报，深入敌营，营救被捕党卫人员和民主人士，在解放金城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远被共和国所铭记。谢你们能够帮我把包子铺重新开张，终于金城的人又能吃上我做的包子了。我们应该谢谢你才对，我答应过你会让全国人民都吃上热腾腾的包子。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听微风吹过窗棂，听光阴很安静，听夕阳为爱呼唤黎明，洒落一片繁星，听细雨落在屋顶，听步履很轻盈，听往事回忆里牵引，脑海反复过美丽的风景。